哎，师傅你好。你好。来个煎饼果子。你今天来个什么样的煎饼果子呢？就是我最近生病了嘛，医生给我开了个药单，说只有你能治。你小子可真行啊！你个鸡蛋，你的芝麻，快叫薯片，方可治疗。Oh my god， 你这个病得不轻啊！你愿意救我吗？那我就做盖世英雄吧。可以。要不要加培根和里脊？加。火腿呢？火腿也加。有啥吃啥，咱不挑食好。师傅，你这个样子好帅呀、啊！我要这个卖花吃，这个店接不了吗？是，这里我得给你做个又大又圆的啊。可以。八个，五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十个啊！好。给令一面加芝麻。打算使个坏。别，你现在吃的是药膏，我觉得很正常。错了错了，老板，别叫我，你气了，别生气别生气，你们害羞啊。师傅，我有一个重大问题需要治一下。我正，这是科学对男人的标准，完美男人。这么香，还是加点葱花吧，香一点。好。师傅，欢迎退圈，可以。因为歌声能治愈心灵，我给你唱一个。可别，你那是重伤心灵。是地表最强，地表最强，哈哈。这个饼干是我炖的年糕最好看的，拍个照给老婆看看，肯定会夸。这个是歌词，太看了，真的发现，真完美，你的运气也是好。谢谢师傅。老板你好，下一个紫米煎饼果子全家福的多少钱？今天不是四十？哦，没有什么东西啊？应该有14种这两。那现在我拿一个吧。对，咱就是说这个算全家福了是吧？能不能让我手指把那十个蛋？这个不能。啊？为什么？我想早点下班。哈哈哈，那我给你开张工资好吧？您还这么小，哪有这么多钱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我最近学会了后期剪辑，不仅上手快，一单还能挣不少钱呢。你看，你这门槛是不是很高啊？我能学得会不？哎，这个零基础就能入门，只要有一台电脑，软件安装和学习，老师都会手把手带着，你肯定学得会的。那我学完了怎么接单赚钱？老师都会跟你分享接单渠道的。现在剪辑不仅单子多，报价还不低嘞。你上哪学的呀？快告诉我。你点开评论区咯，点开那个这里链接就能学习。我就是在那里学的，有啥不懂的就可以问老师。行，以后就跟着你混了。好，不用了。碰到了，老板。点面筋，辣椒要一点不？要一点吧。那不行，我偏要给你多一点。啊，老板你好叛逆啊！再来一勺辣椒。老板，你每天能卖多少份出去啊？两份两份。那平时呢，全家不人多不？不，就你一个。香菜要不？啊，我可以不要吗？那不行，那你必须要呀。Barbary,
谢老板。你好，来个煎饼果子。什么样的？我可以来个钉子版的吗？可以啊。行，那我要一块培根，三块里脊，三个火腿，还有十个鸡蛋，您能做吗？老板拿出锅里仅剩的面糊给我做，擀个面糊。老板，这都多个几个蛋的呀？那十个还是十二个？差不多是五个就数啊。老板，我看你打鸡蛋过程挺无聊的嘛，然后我给你跳一个助助兴，好吧？好 ，music。哦，我的眼皮跳一下。兄弟，我唱怎么样？挺有天分的。哎，老板，你做这行多久了呀？七八年了。这么久了，那我能拜你为师吗？那不说话就是默认了啊。哎，师傅，你什么星座的呀？天蝎座的。哦，难怪了，天蝎座完美男人呐。哇，宝贝小心点。好，吃够了，吃个蛋蛋是吧 ？OK。师傅，我想听一首歌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唱那首《莫斯科》吧。哇，师傅唱的好好。哎，只要工作中的快乐就是这样的。京剧好吧。把培根摆得整整齐齐，师傅说让我练个手，摆在中间，可以吗？师傅，相当不错。那我什么时候可以接任你的摊位？来，好，谢谢师傅。老板你好，这些苹果是怎么卖的呀？原味的五块，小料自己加五毛钱一样。好，来一份。嗯，你要加鸡蛋加鸭蛋？不加鸡蛋。好的。空香菜都会吃吗？都可以吃。放什么菜？我放这个胡萝卜、鸡豆，还有这个豆腐，还有这个土豆，这土豆是吧？啊，是的。还有这个玉米，对，还有那个这个培根。还有里脊肉。啊，这里脊肉。胡萝卜。啊，对，胡萝卜。来的有点晚，菜都不多了。没事。吃鸡豆啊。对，吃鸡豆。谢谢你。啊，面啊。对。豆芽有的呀。豆芽，那你弄个豆芽吧。豆芽，哎，好。还有吗？这个海带需要钱吗？好，还是要送你一点好了。哦，送我的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太好了，老板，哎呀，感谢有你。又米，生菜来点了啊。好，生菜来点，再加一个那个肉松行吗？行。好，也是五角钱是吧？哎。好的。够了啊。不行，不够，再加个鸡蛋吧。好。对，鸡蛋是多少钱呢？两块。好。行了吗？这总共多少钱呢？13块。好，谢谢你。酱要咸的，要甜的。要甜的，甜酱。老板，你的煎饼和别人做法有点不太一样啊。嗯，对，就我和别人做的不一样，因为我喜欢吃这些炒菜嘛，我就炒点。好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炒菜味的煎饼，味道我给五星好评。